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今天呢，杰克终于又复刻啦，而且这一次可以解锁了。那大家应该非常的开心哦，因为除了可以拿到新卡片之外，还可以挖矿哦，有非常多的钻石可以拿哦。因为角色解锁之后，我们升等就会拿到钻石，又可以来抽卡啦，感觉真爽哦。与杰克亚特拉斯决斗已将他解锁，并获得活动限定卡片。那这个活动就是传送门啦，我们在决斗世界打碎片哦，收集碎片之后，然后就到传送门拿碎片跟我们杰克决斗。那打赢会有掉落卡片啦，那这边有推荐奖励哦，好，个十百千万十万三十万分就可以解锁角色。那三十万分应该很快吧，打个三四场应该就有了。然后呢，有一张新卡强风龙，那其他的都是旧卡，然后有一张什么绯红地狱保安哦。那这些卡片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介绍吧。那今天呢，要教大家要怎么刷分哦。那我们就先使用左边这一套魔导兽来刷哦。那现在魔导兽因为技能已经有改过了，所以会变得比较好刷哦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现在魔导招来，我们只要生命减少1000就可以使用啦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一套魔导兽先来刷给各位看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Go！ 那魔导兽我放了非常多的闪卡、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牌组闪闪发亮，这样的分数会比较高啦。哦，如果大家没有这么多闪卡，也可以使用守墓的随从，但是它的缺点是，你守墓的随从，你用魔导招来会抽到它啦，所以我是不建议放守墓的随从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给他打吧。好，黑暗共鸣者1300可以触发我们。好，这两只打下去3000哦，还没有死哦。OK。来，我们直接这边发技能吧。来，发动技能，魔导招来，出了吧，魔导兽 ，OK 的。然后这边我们就开始来叠攻击力啦。我们开个火花，好，1900哦，对方就打不过来了。啊，如果还有比较这个强力的怪兽，我们再把它转手就好了。OK， 目前没有问题哦。那我们拿到魔法卡之后，先不要急着发动哦，我们待会抽到第二只魔导兽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狂开哦，哦，两只一起叠攻击力，最后再用力量，这样攻击力会比较高，比较容易哦，比较容易可以破10000哦。好，哦，同步召唤，暗红恶魔龙，可以，非常帅哦。好，强化复苏非常凶，攻击力3000哦，那我们就把它转手就好了哦。转手的话，我们攻击力就超过3000了，3400哦，没有什么问题哦。OK， 他还把自己的怪兽全部炸掉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等收尾吧，因为现在攻击力3900了，嘿嘿，杰克是绝对打不过来的。好 ，OK OK， 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抽啦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抽到魔导兽，然后再一起叠攻击力哦，这样才会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抽牌吧。强欲的碎片，好，来开一个精神统一。好。再开碎片，哎，魔导兽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开始叠攻击力吧。哦，叠攻击力，好，再叠，再叠，好，再叠，好，盖一张控制器，来这边结束。好。哦，开个精神统一。那其实魔导兽也算是刷蛮快的、啊。如果你放很多
抽牌的卡片的话，也是可以刷很快哦。不过我这一套是比较平民一点啦，所以会抽的比较慢一些哦。好 ，OK， 抽抽抽，再两张，好。哦，他在帮我们叠攻击力，超爽的。OK， 再抽，再抽，再抽，好，结束。OK， 那我们这边最后就把攻击力叠上去，来火花，再来火花。好，再来这个温开水，哦，没有，蓝药水啦。好，再开一个强力碎片。好，敌人控制器也给他开一开哦。好，给他转攻一下。好，好，这边插个吸乳之弓，插在我们中间这一只身上。哎，攻击力只有9400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力量哦。力量给他开下去，来。右边这一只加到左边这只身上，哎，这样就13600啦。好，那我们因为装了吸乳之弓，直接攻击，到，漂亮，直接完美的赢得这场决斗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超过8000分哦。哎，7500，嘿嘿，哦，没有8000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介绍的那个元素合作是一定有8000啦。那这一套大家可能可以再多放一点钻卡哦，也是 OK 的。我没有想到说居然没办法超过8000。不过如果用守墓随从是绝对可以啊，因为会多加1000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介绍元素合作吧。然后左边牌组已经迅速的改了，改得非常快哦，因为这个我们当实况组手速一定要非常快哦。OK， 我们马上来使用元素合作来刷吧。好，那大家可以不难发现到我们左边的这套牌组是上次活动打牛尾蛇，打牛尾蛇用的这一个元素合作，那牌组都一样啦。对 啊我有带疯魔之石，那大家疯魔之石可以拿掉，因为刚刚打杰克是没有后台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拿掉，然后放自己喜欢的绿牌的卡片哦。好，元素合作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就速刷吧，哦，节省一下时间哦。好，来结束。好，哦，这个杰克绿牌应该也算蛮快的，所以我们也是要赶快抽一抽，才不会对方抽的比我们快哦。好，OK， 赶快来一个按摩棒，我们就可以一次抽3张了。好，哇，怎么一开始就抽到要收尾的卡片，没有抽到绿牌的。好，抽，哇哦，都没抽到抽牌的卡片，有点小尴尬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应该要抽到了。 OK， 来，直接来天宫的宝闸。哦，按摩棒也来了，是哦。来，粒子球召唤笛拿到手上，我这边开始狂抽猛抽啊。抽抽抽抽抽抽，有2张。好，神奇魔杖应该用不到了。1、2、3，刚刚应该留光头的。
不过我想说，羽翼粒子球那个比较快发动，所以我就留羽翼粒子球。好，那其实收尾的牌都在手上了，可以直接收尾了。好，那么就等抽完吧。哎，刚好我们跟他一起抽完，所以我是这场比较衰一点哦，没有绿那么快啊，被打到这么多回合。其实这套应该最快13回合就可以结束啦。OK， 好，刚好两边一起抽完了，那我们最后就来收尾吧。来，摸到电子巨人，守墓随从，通往宝藏隐秘通道。来，两个联合攻击哦，这一次一定会破8000分啦，一定 OK 啦，好不好？元素合作这么强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忘记开碎片了，有加100分。好，我们直接攻击，少了100分啊，不要给我7900啊，这样我很尴尬啊。好，刚好8000，哇，我中了强风龙，太神啦，哇，好爽哦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啊，大家应该都会刷了吧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留言在下面让我看看。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喜欢帮我点喜欢，不喜欢就不要帮我点喜欢。那我们就明天见，记得。